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Dino。那今天来玩玛丽卡的实锤。玛丽卡实锤在这版本得到加强，弹击释放速度加速许多。尽管得到这样的加强，但我还是感觉有点慢。不过战绩的高效跟高伤害，让它还是值得一玩。战绩的伤害是会很伤的，还有是物理面板比较多。不然这把武器就烂掉了，因为圣属性真的太邋遢了。那影片开始前，希望大家订阅加按赞哦。如果大家没有二周目以上，左手武器就随便换一把锤子。左手武器不太重要，所以不一定要一样的两把。虽然战绩释放速度都要加强，但说实在，千要依然超长。如果他没有漂亮的输出和小任务，应该是不会想玩这把。漏敌使用颜值漏敌，因为需要小任。生命一样40就足够 ，FP 消耗的很多，所以未来要尽量点高一点。耐力的话就还好，因为武器本身很轻，而且实战消耗的体力也不凶。力量池最终所以64，灵巧池很少，先不点。信仰至少34以上，智力跟感应都不需要。这套玩法主要以跳皮或打小人处决完后马上接战绩，不过有些时机也是可以不打处决，就很安全把战绩放出来，像是女武神的水鸟乱舞，快要使用完的时候。平常都是以跳皮为主，然后处决完接战绩。这武器主要针对人性类 BOSS， 这样战绩的振飞能力才能展现出来。若是打 A 剑那种类型，就完全没有振飞效果。破战机用得好，是可以闪掉一些攻击的。不过时机要抓得非常的好，有时还会吃点运气。待会打 A 剑狗狗会示范，但真的不建议打男类型。OK， 那差不多讲到这里，这套玩法大概就这样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。那么大家拜拜。